这种地方都被你们找得到哦。草下面是一层的水，昨天我来看过了，到处是龙虾，就是说，和乐乐来看过了，到处是龙虾，水下面。哇，一大片草哟，哦。桶都带来了。你看到了吗？到底是还是不是？你看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多吗？哇，你看它，小表弟就干这一个坑就到，你看，又跑过来了，哎，跑过来了，在坑里面。你看，你看，哦，多吗？拿桶来干，我跟你讲。啊？我抓到了一只。我也抓到一只啦。你看，那正在这里拿回家来的呀。我要覆干这里的水去，我看它怎么跑。放进来，爸爸。你看这样子就得两只。这个坑一来就进了十几个龙虾，一定要把这水搞干。我用人工搞，搞干抓干净了。慢点，我的夹手里不。第三只。嗯，太棒了！哎，那个跑哪里去了？就在这下面呢，钻过去了。哎，抓到它的脚了，钳子来。那快点去啊！要钳我。走走走。来，太好玩了哦！这种草里面呢，不知道多少。你看，红红彤彤的。哎，爸爸又得一只啦。也罢。那放进这里，小表弟你在拔那些草，嘿嘿。哎，得了，就这个洞里面，这个是会大的。哦。感觉都会软进去，刚刚就钳到这个大拇指。是啊。幸好没钳它，太用力了。好吧，夹吧。哦哟，困了。这么小，哈。小小它也是龙虾啊。这种旁边肯定有的。得了几十只的哦，啊。找一下这种旁边，得蛮多了。那你的桶是不是太小了？哇，你看我乐真棒，又找了一只虾。哎呦我操！哎呦，这里有一只，这只大，一只。哇，这底下大把多啊，看看。哎，跑去哪了？你看这里有一只，哇，那这你看这龙虾，我把它全部丢在你小坑里面去吧。我把这些小的虾米全部丢到你坑里去吧。回去我带你。哎，孵出两个了，那里。那有两个。哎，走，这里有两个。跑出来了，快点！旁边跟谁走了是吗？就在你那里的。哦，这么大个，还想跑？啊、小七星。那斑鱼哦，不是七星。妈妈，刚才那个洞又发现了一只，被我掏出来。嗯。这只好像是母的，那为什么会有两只？上个洞。这个坑干完了，应该得了二三十个。我先去看上面那个坑怎么干，上面的坑比这个还大，可能会有货哦。我们又找了两只了，是吗？给爸爸，很多大的这里面。妹妹，你拿那个夹子去夹呀。爸爸。嗯，这个，来抓进去。好多这个坑，看。地方。拿那个大桶来抓了吗？掉出来，快点。要跑嘞。嗯，太
满了，就好脏。这里又有一只。那像个田螺，看，好大的哦，这个也大，够一餐了吧？好老啊，又红，动了水才跑喽，没跑，稳了。好多，那拿桶就给爸爸那里，爸爸好多那里，快点，快，拿桶过来，你要扶着桶。多了哦，好开心哦！这里有个大大的，他的妈妈，他的奶奶。妈妈，爸爸，我放这了吧？你拿去给他装啊！他自己想去捡，给他了。有两个，这两个小。两个被水冲下来了，哎呦，跑了下一个，在这里那什么，刚就发现那个洞底好漂亮，我操，他夹我，那这下面还有一个，他都夹我手了。你刚刚发现了一只，我也发现了一只，这只是我发现的。他怎么去抓的？还不如拿钳子钳子抓。你看，我在这里都看到一个，呀，啊，好大一个！你看，哈哈。哦哟，你这一身难，你给大家看一下吧。搓搓脸吧。看一下，你看这种小坑哦，你看，得还是得一点，得蛮多一点的，这里也得那么多，你看，这里也得那么多，要觉得这种小坑的，爸爸等下够一餐了，你去买这种得几十块钱呢，对不对？嗯，对的，你看，而且都是这种量货。像这种，哦哟，这种肉就多了。我那桶是最好的，是吧？爸爸，你是不是把我那桶也给倒进去了？又大个啊！爸爸，是不是也把我那桶倒进去了？啊，等一下，全部都是你的。你帮我加点水。啊、爸爸，帮我加点水。啊，走了，回去吃饭了，快点吧。收获不错。改天水小了，我们又来搞。水大，没办法。哎呀呀呀！脏脏的。